當我讀出議員的姓名後，請該位議員來到台前宣誓。現恭請行政長官為立法會議員監誓，並請立法會主席見證宣誓。我現在先請第一位議員宣誓，何敬康議員。本人何敬康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忠職守，遵守法律，廉潔奉公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。尚海龍議員。本人尚海龍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忠職守，遵守法律，廉潔奉公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。陳永光議員。本人陳永光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忠職守，遵守法律，廉潔奉公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。黃錦輝議員。本人黃錦輝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忠職守，遵守法律，廉潔奉公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。宣誓儀式現已完成，多謝行政長官，多謝各位出席，再次恭喜四位議員當選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按旁边小铃铛，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